来，基隆市长谢国梁施政满意度民调，加对 ！Oh my god！ 哦，我是坐在 BNW 重机后座。哦哦，你是女生哦 ？OK OK OK OK， 坐后座，我没有坐过重机耶。平生只有遇过重机，没有坐过重机。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这份满意度，你感到意外的打加一啦，不意外的打减一啦，来啦来啦，喂，啊，这个画面怎么奇怪啦？哎，啊，这个谢国梁都被挡住了，我没有叹气啊。哎呦，你们不要那么敏感啊，我哪有叹气啊？没事没事啊，没事啊，陶孟蘭，我们的老朋友。我大家都有印象了，哎，各位，你觉得意外的打加一，不意外的打减一，好不好？哎，机车五号哦，五号哦，哦，你们都不意外哦，你们觉得谢国梁做得很好，我觉得很意外啊。你看他们骂成这样子，结果他满意度过半呢，跟赖清德一样高，很高哎，有懂呢？对嘛，不意外啊，你们不意外，各位，那我们就不意外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你看啊，基隆市民对罢免谢国梁投票意愿，各位不要紧张，这是投票意愿哈。这不是说那个啦，这不是说要罢免他，是投票意愿，你会愿意去投的人 ，OK， 好不好？各位啊，你看很有意思的哦，来，投票意愿哦，大家都会去投票，哎，各位啊，我跟你讲哦，罢免票哦，大概四成就很高了，三成五都可以，三成五就算不错咯，三成有些很低哦，四成九哎。大家都去投票哎、欸，表态率很高哦，可能会的。你看哦，加起来快七成哎、欸，大家都没去倒哎、欸，超高 ，very high， 真的很高哎、欸，投票意愿超高了，是傻眼哎、欸。这个你们就不要跟我讲不意外了，这是超意外了，好不好？大家都要去投哎、欸，很扯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非常高啊 ！OK， 因为我跟你讲哦，补选大概也顶多四成多而已啦，罢免比补选还低啦，真的啊！你什么越高越危险，乱讲！雷振宇、谢国梁说他要什么？哎，你们要挺人家，我都不挺他了，你们挺他的，你们要更了解一点。谢国梁说要热战，他说要热战。比谁票多，那怎么会说得票率高不好呢？他要热战嘛，你懂吗？谢国梁希望得票率冲出来啊，那这对他讲是好事啊，怎么会是得票率高对他不好？好不好？振宇，来，你看 ，Oh my god， 很高的得票率，对不对？投票率，同意罢免的四成，不同意的五成，哎，这差距有一成哎，差很多哎。那大家会去投票哎、欸，所以会投票的这边多嘛？而且你看啊，同意的人不一定会去哦。嘿，邪教口邪拱教口口杯哦，他不一定会去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有人讲他不一定会去啦，你一定要盖外一组哦。这个投票率比较低啦。我跟你保证啊，没有那么勤劳啦，搬单啦，搬单，你知道不？啊，讲讲尔啦，网络上笑笑尔啦，要真正要去哦，搬单啦，各位啊，很惊讶哦，所以我拜托一下哦，我们的谢老大，哎呦，我们的国梁兄啊，不要再出糗啦，不要再去火车站被人家赶出来，很奇怪嘛，不要做怪事。哦，做正经事好不好？做正经事你就不会被罢免了。做正经啦，卖给人笑啦，拜托一下啦，整天给人笑。啊，讲你都不欢喜，
哦，来，会投票同意罢免谢国梁市长主要原因，本题只问投同意罢免的哦。来，东岸商场处理，东岸商场法律都已经判决 NET 败诉了，你洗你卡哦。这不是我要生气耶，我跟你讲，我也不是很喜欢谢国梁，但这个东西是什么啊？脑子有问题是不是啊？啊，各位，你知道东岸商场 NET 已经输了打加一，不知道打减一好不好？你知道东岸商场 NET 已经输了打加一，不知道打减一？不是啦，政治不能进入到火车站呐，这很简单呐，就这么简单的问题啦。哦，那不用护航了。东岸商场，你知道 NET 已经输了打加一，不知道打减一？你知道吗？那广教来的来啊，你的，哎呦，各位啊，要接受民调啦，不相信都没有用啦，对嘛？所以罢免票才不同意才比较多嘛。啊，这些人都瞎啦、啊！不是你要罢免谢国梁，我可以接受。你的理由说是因为东岸三场你是八七是不是啊？超八七的、欸、啊 ，NET 就输啦、啊。啊、你还跟萧美琴一样在那边穿 NET 是恶霸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台北市也是这样子啊，台北市他们之前也是给人家占了不还啊。你去问蒋万安，看我有没有讲错，我讲话都有道理有凭有据的。他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商场的事情了嘛，他就败诉了、啊、败诉还是站在那边呢、啊、这不是恶性霸占对不对？恶霸啊，来，那、啊、这个也是恶霸嘛，恶意罢免，双恶霸。来，谢市长没做到政见的事情或表现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投这个我就没意见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主观，但如果表现差哦，就要罢免哦，那全台湾大家都罢免好不好？什么歪理啊？要表现差，所以我要罢免他？你讲啥啦？那大家都可以罢免啊。黄伟哲表现很好吗？你要罢免他吗？你想也没几个县市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言行和品性问题这个东西哦，我觉得倒可以接受啦，好不好？因为有些人就觉得他说真的很好笑啊，他说真的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。来，各位，我问哦。我知道你们都很铁啦，但我这个人比较中立一点啦。各位，你曾经有看到谢国梁做的一些言行举止，让你感到捏把冷汗的打加一？从来没有，你觉得谢国梁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市长，言行举止都一等一的 ，very good 的打减一，好不好？你觉得他曾经有让你捏过一把冷汗的打加一，就做一些怪事，做一些蠢事，然后打加一？从来没有的，你觉得他就是言行举止 very good， 是绿营在黑他的打减一，好不好？哎，对嘛，他就是让人家很不放心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明明就没事情，但好像就会又有事情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这样？就明明没事情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我跟你讲啦，一个人哦，他的好或坏哦。不会让攻击他的人变成好人，你懂吗？谢国梁不论这个人哦，到底是好或坏，但不会因为你攻击他，你就变好人。我的逻辑是这样子啦，啊，但坦白讲，那也没办法，啊，但我觉得基本上哦，基隆人喜欢就好了啦。这个罢免哦，立功武力吗？我是觉得没有很有道理啦，好不好？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。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
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、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